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我觉得有点小兴奋啊，因为我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平常就是比较少交往你们这些朋友。首先是呢，这个徐桐导演，这个纪录片的导演，我是先看他的纪录片，发现呢，他就住在这个城乡结合部，然后专门拍了很多呀，就是我们报纸上一般管这一类人就叫城市边缘人，是吧？他好像你的镜头啊，就是拍这样一些人。所以呢，我就请徐老师呢，我就发现还带了个美女。哎，这个美女呢，我们叫她小燕儿。小燕儿呢，在纪录片里啊，我看过你。所以呢，我觉得你今天来到我们这儿，我让我有个很新鲜的感觉，因为你这样的女嘉宾呢，我还是头一回碰见。不是，我打断一下，这个我非常注意文涛以前的节目。文涛一般是一见着美女吧，好像就是比较有情绪。对，但是今天见到小燕这个美女呢，老实说，我有点肝颤。这也不管你一个人肝颤，就很多人就见着，其实我也不是老虎，也不是什么，并不可怕，反而我心还倒是很善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包括网友，就是没见着面就觉着我特别害怕你，你就惧怕。我说那我为什么惧怕我？就因为我混吗？那混的人也没什么可怕的呀。混也，我看是因为这个徐老师把你拍坏了。你哎，我觉得你可以先跟我们观众介绍一下小燕儿哈，跟你是什么关系？小燕，首先我们是哥们儿吧，铁哥们儿关系。但是这个哥们儿怎么在一块儿的？我觉得还是跟片子有关系。那么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是在那个算命，那个算命先生老李那个小屋里头。他呢是去找老李算命。当时我记得这个实际上就是我算命这个片子的开篇的那个第一场戏，就是他找老李算命，老李给他算出来什么？算出他是孤单命。你是木多人，以性命来，外面干仗要不来，在家怒下千年恨，两句好话准回来。您照他人说好话。孤单命吧，从名字一看，我就说你是孤单命。对，孤单命。孤单命说这人一辈子找不着好男人，找不着了。那他找不着老公，是在做什么呢？他当时就是他当时的工作呢，是在这个朝阳，朝阳这边，咱不传媒大学那边，哎，别提母校了，这给母校抹黑啊，就是在母校对面吧，那个地方叫这个高碑店一带吧，就是在这个在那边开了一个小按摩房。按摩房啊，开了小按摩房，然后呢，那个干的是应该被取缔的工作，对，违法的，说白了是违法的，没辙，为了谋生嘛。其实我们说这个游民也好，还是江湖人也好，还是社会刚才您说的社会边缘人也好，实际上他们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然后才走向这一步的。实际上这是一个社会原因。那小燕儿走到这一步之后，实际上也经历了很多自己的这个纠结和挣扎。也经过婚姻的破裂，然后自己还闯过海南，也是不成，掌握珠海。老家是当年是中苏中俄边境的，对，人曾经混到过海南去。对，海南，然后就是说白了，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去过，遇见各式样的人，就是说白了，就是混的，就是在这社会混的时间长了，就是这你也知道这个是大染缸非常的阴暗，然后呢，就是如果说你脑瓜子神经稍微不绷紧一点，就能让人给卖了。说白了，我还是没有，这我还是没卖过也悬，就是让人直接就领到那个按摩房里头去了。不是按摩房不是你开的吗？我那是按摩房是之后，之前还有过一回呢，不知道，我还多开按摩房，还去打工呢。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被人家框在那儿，先开了眼吧，或者说先入行吧，我们叫。后来一想，我也开一个是吗？自己干吧。倒是也没有，那时候也是，就是说是因为很多种的原因，说白了就是缘分的事儿。然后我误入到按摩房，因为我说是去打工，就是在。被逼无奈之下，我说我哪怕给你当保姆做饭都行。那行，跟我去吧，就去了。去一看，这不是这地儿，怎么进去还有女的？这岁数都非常大的，是一种纯的按摩房，就是那种的。我就这一看这不行，然后就是好说歹说，我说我现在干不了，我说是那个。我这还没适应过来呢，等我适应过来了之后吧，我回家再给你叫俩女的，我认识好几个小姑娘，给她领这儿来。你们这全都是岁数大的，知道吗？我这在那又勾搭一个。
又把当中的他里边有一个人又给女的给勾搭出来，完了我们又一块儿去的海南，去珠海那边去了，上那面去，然后人家没相中我带的这个女的没相中，然后想要给她直接卖到步行街那边去，我说不行，这事儿咱干不了，我又转脑又直接给她带到我们当地，散了，还成为朋友了。然后当中又去了南方了，然后就认识开这个按摩房的，然后这个老板一看，我说这挺好，那时候有钱，咱不是说是不差钱，咱真不差钱，完了就没有人，完后来就跟他合伙在南方开按摩房，然后他又上北京来开按摩房，我在老家开个厅，又给我打电话，我从老家歌厅又不干了，上这儿来，紧接着就弄了。但是你弄这个给警察抓你吗？咋没抓呢？给警察给我抓了，要不到现在我这还是有污点的人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观众他会有一个见解，就是说啊，觉得请上电视的人呢、啊、都是我们要宣传的人，都是我们要表扬的人。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传媒啊平台啊不一定是这样，就像你拍纪录片一样，有些呢比如说您在这儿啊也可能是反面教材，您知道吗？对于很多人来说、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去了解，你像他刚才说的那些话呀，我觉得真是让我想到人在江湖你都经历了些什么呀。哎呦，我经历了。你觉得你算你觉得你算堕落吗？我不堕落，我真不算堕落。我这是在被逼无奈之下，我就一步走。被什么逼？第一个是没有文化，你不能上这个好的公司去上班打工，知道吧？没有文化。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上太低的那个，你还觉得不甘心，那么你就还得想着挣钱多，还得养着父母嘛，你还想着挣钱多。那么什么挣钱多？偏门嘛，偏门挣钱多。所以很多像我们这种混的人，为什么走偏门？所以在你的纪录片里，我们也看到，其实在纪录片里看到他的故事，给我的感觉是挺惨的。是，你说这个偏门，我可能你觉得有你的利益哈，但是我给我这个观众的感觉啊是不幸福啊，是就是这种生活。其实偏门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东西，因为它出卖的不是一般的东西，在有点执法薄弱的地方啊，鱼龙混杂的这么一个模糊的地带。然后求得生存，而他做生意的和接触那些人呢又是各色人等，包括当然底层游民当中也有好的，但是还有一部分确实是地痞流氓无赖。所以说那个算命一开张不就是叫唐小燕棒打无赖汉嘛，就是那个无赖死活就要跟他好，就粘上了，就是所以他没办法，他就给人打出去了。像这种情况，为什么游民要暴力？为什么游民挣扎？就是因为他活的处境太艰难了。你说你曾经就是特别有钱，怎么来的钱？就是做地板，然后挣的钱，再加上你这个做干偏门挣的钱，然后再处对象有个分手费啥的。呵。这就是女人的优势。你怎么处对象啊？那个我，哎呀，我这对象处的太多了，人家那个别的电视台都说处过三个什么的，我30个都不止，但是那毕竟是小嘛。你对爱情怎么看？我现在吧就觉得爱情假，基本上没有什么真爱。那你在利益上向往不向往了？现在你就说白了，向往是太假了。我觉得什么是真的？哥们儿、朋友是真的啊，比老公、媳妇儿都好。为什么呀？哥们儿、朋友，咱们是一辈子的。老婆、老公，没准明儿就分了，换人了。你好的能成为朋友，不好就是敌人，一辈子仇人。跟仇人一样，这就是游民文化，游民意识就出来了。游民文化当中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只认朋友，然后讲究朋友之间的义气。有人还真的就是说，就是往往啊，在这个江湖上啊，你看就是像解放前小凤仙跟这个蔡锷这个小凤仙，就往往是这个风尘中人的这个女子啊，她格外讲究仗义。
他格外讲究仗义，大概是因为他对爱情这事儿看的就，因为他在这个圈子里头，他知道这个男人是什么样的，就不是说当你们二位就是说你们不爱听，但是也有很多个别的。我在店里头开店的时候，我们小姐跟客人在房间里干呢啊，就做那事儿呢。然后呢，当中突然之间就来电话了，然后呢，这面就这男的就接电话了，喂。哎呀，媳妇儿，啊，那个我在外面呢，马上就回去了啊，啊，乖啊，在家那个我给你买好吃的，就其实还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呢，这个男人，然后说的这么着呢，啊，乖宝宝啊，这么着那么着就说的，你知道就是女人，虽然说是你挣她的钱，你在赚她的钱，但是你的心里在想，去，哎呀，什么玩意儿啊，这男人还能可靠吗？还待会儿回家的途中，下班的途中当中还得插一下了，你说这什么人呢？这真是啊，真是啊。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也许这个小燕儿的路，咱们在正经社会里说哈，不是大家应该这个效仿甚至是肯定的一个路，你千万别效仿，对，也别走我的路，没错。所以我说你不要介意，我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个反面教材，我们得说，这我承认啊。但是呢，大家也算刚才领略了一番啊，这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有的时候，而且要不要做对很多人和事儿啊，有时候做道德评判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有点心虚，你知道吗？因为啊，个人的处境真的是很不一样，就是说一个人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大程度上是他自己选择的，多大程度上是他不得不的，是，甚至是你多大程度上你可以坐在这儿去说他对了他错了，你自己难道就真的立得那么高吗？对，就有些时候我们不一定急着去做道德评判哈，就是这个道德判断肯定有时候是有问题的，简单的道德评判，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他们你看刚才小二也说到了没文化，所以说明他一开始的时候的比如说在农村这个教育的这个资源肯定就不平衡，他们在那个地方呢就没有享受到那样的东西，小学上的恨不得连五年级都上不到就要去下地干活了，所以说游民在社会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打打杀杀呀，那个走偏门啊，干黑道啊，包括甚至于游民体现出的这种我们说叫野蛮性，就是很艰难的状况下来才这个处境当中才能够不得已而为之的，所以接触小燕，我就感觉到小燕吧给我的感觉就是还是强人一个，很顽强，很自信，就是说我觉得真有一种就是咱们说的这种来自草根的这种生命力啊，我觉得你真是这个屡败屡战是吧，这个百折不挠的做人，我觉得做人就应该怎么着呢，其实那个我在那个很多地方别人都看着说是那个小燕姐，我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那个，然后他们说小燕姐我知道你的经历，就是他们已经看过我的片子，看过这个片子就是知道我以前受过什么样的苦，然后我说嗨没事儿，人嘛你不要老记着以前受的苦，你老记那干嘛，过去了吗？过去了，过去了就翻篇就脑子就忘了，然后你继续得往前走，要不你成天你老想着你以前那事儿，被人怎么地了，又是哪个男的拿刀逼着你了，让你跟他上床了，又是什么的，你那些事儿你别想，过去了就往前走，乐呵的永远让他过去了，但是可以当个笑话聊聊闲天，比如说你碰到男人拿刀逼着要跟你上床的时候你怎么办，那必须上啊，必须上啊，那首先第一点你得觉得什么值钱呀，女人的贞洁是值钱，但是在这个现在当今的社会它不值钱了，是不是，处女才6000块钱，多了20000，对不对，你何况又不是处女，人家拿刀逼着你要你的命，那你说是命值钱还是贞洁值钱呀，对不对，所以你就逼得没有办法，你还得哄着他，给他哄得乐呵的，哎，你还得痛快的消停走，走完之后你再害怕，你再怎么着，但是在他面前你千万不要装着你特别哎害怕，别那么想。我听了啊真是不知道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有女儿的话，
我这个念佛祈祷他绝不要进入你那个世界。也不要，你别说你有女儿，女就是在当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去放片子的时候，很多大学生就非常羡慕，说是小燕姐，那个我跟你在一起待一段时间嘛，他特别羡慕我的生活，我直接就咔嚓拉倒吧，拒绝。我说你们不要羡慕我的生活，也不要觉得我的经历你们这辈子哪怕能换取一点点，到时候你后悔就已经晚了。所以你们现在很有文化，有文化的当中一定要知足，满足你们当前的生活，好好的活着，享受你们现在的幸福，享受你们所有的这些东西。我的经历你们只是看就完事了。你呢就是好像把你自己所有的经历啊，我觉得你归结有一个原因，就说没有文化。对，你觉得一切都因为你没有文化，这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你没有文化吧，首先第一点就是你上不了好的公司，就像还是我刚才说的，你去不了好的地方去上班，你没有好，你没有一份好的职业。当你没有好的职业的时候，你的路就会往下坡走，你接触的人就不是高层次的了，就是偷摸打砸抢，社会拿枪拿刀呼哈一天，这那个的，就你就只能跟这些人混。毒品，我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就小燕说的这个道理，我发表一个感慨啊，就说明底层人或者说游民的内心是多么的善良，就是他总是，你问过他两遍，他都是来说自己是因为自己没有文化，对，他们。就这就叫承担，我觉得就至少他把责任担过来，是因为我没有好好上学，所以我才没有怎么样的。其实挺有骨头的，对，所以这就是一种顽强的生活，一种勇敢。那知识分子当然看的就要全面多了。那这不光是他个体的问题，是吧？有社会的不公，教育的不公，背景的问题，种种原因，是吧？我们离公民社会太远，然后所以说我们个体没有责权利，我们社会也不会太注重个人的权利，所以导致千千万万这样的小样走上江湖。所以说这社会啊有很多这个角落，平常咱一般人呢、啊、很少有机会看到，在那个角落里他遵循这是另一个规则，是吧？是，比如说这规则是不是叫聪明规则，就是说呀、哎，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你必须要有人罩着你吗？得需要罩，必须罩，是吗？这个男人在外面办事好办事，你们俩一处成哥们了，而且特别铁。女人不，说白了，女人在外面就是靠身体，真的。谁能罩着你啊？咱俩在一起，我要开个店，你罩着我，那你相中我了，我就得跟你。虽然说不是两口子，但是至少你上我这儿来了，我得给你捏捏啊，躺着我还得伺候着你啊。你最起码得那啥，然后他外面社会人说那谁谁那个那店啊，那个那谁是我媳妇儿，别那么一天到晚这个那个的，就人家就来了问，那谁是跟你什么关系啊？都得问什么关系？我说你问什么关系啊？你想消费就消费，不想消费拉倒，你心里就已经明镜了，他在外面都已经放话了。所以你作为一个女人来讲，你在外面你开这种店，你就得靠这种人罩着。而且好像你还照人呢，他是不是我在片子里看他还认了个干女儿？你跟你干女儿还整天吵架呢？吵！你为什么要认一干女儿呢？这是个什么需要呢？因为我觉得我不是说是有什么需要，我是觉得他第一点吧太可怜了，我呢也可怜，所以呢，因为我比他大，比他懂得多，知道的多，所以呢，我们俩就一块绑在一起往前走，然后走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等于说是这个我也不想做了，或者说是我在改行，改一个正经八板的行业，是吧？人间正道是沧桑嘛，俱往矣，都成过去了。张妈，过年好。你就是我的二娘，我的所有的财产各个方面，你把我养老了，我就知道吗？我跟你讲啊，我在17岁那年我都被人强奸过，你知道吗？我非常非常需要那种安全感，你知道吗？我很孤独。一个女人她不需要说是她的
事业多么成功，哪怕说是我一个月，我哪怕我挣600块钱、1000块钱，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公关心我，女人这就是最大的一辈子的幸福。但是我唐三说没有，做人尤其女人不能太贱了，知道吗？男人，男人是个什么呀？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省电、安全、舒适，同时洗澡、洗碗、洗菜，热水都不断。格力空气能热水器，你用了也会说好。窖藏陈酿，经典酱香，喜酒窖藏1988。刚才这徐老师讲的好，就是你的这个经历不是，不能说是好，是吧？甚至是挺惨，但是呢看到一点，就是他担当，哎，这种倒是没有被这种生活把你彻底压垮。没有，我觉得你也应该见过好多姐妹就彻底玩完了吧。有，在这种生活里有就一事无成，吸毒，然后老公也不行了，这样的姐妹太多了，对，甚至失去生命，对，没丢了命的都有，丢了命的都有，对，特别多，特别多。那你现在是这样，你将来有没有想自己以后啊，或者将来我老了怎么过？从来不会去那么想，你知道，像我们这样人吧，就是因为首先第一点，你没有一个好的生活，然后呢，你就不会想着以后会怎么样，然后就觉着。乐呵一天是一天，你我就首先是想，你今天高兴不高兴？高兴吧，高兴就完了。在明天呢？明天再说明天的。得首先你过一天高兴一天，别想着以后，那以后没准他明天我出门让车撞死我了，那我想那么多，我白费我脑子细胞呢。我就又发感慨啊，就是说，尤明由于他的这种处境和他的身份，所以使他呢，自己可以担当自己的生命，但是同时呢，他又有很难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我是说，作为作者我去看的话呢，那么可能还需要更前进一步，就是公民教育，就是说能不能让这些比如说边缘人啊、底层人，逐渐的醒悟的过来，就是自己除了是一个能够自己尽可能的混好，同时呢还能够做一个公民。是，而且我就觉得你说这是接受教育哈，其实呢没有文化的人不见得不聪明。你比如说他，我就注意到一个细节，我觉着我们你讲的比我们很多嘉宾都强，而且你知道他整集节目啊能憋住一个脏字儿都没说，你注意到没有？对，这个表现出很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实际上是很聪明的。我都快憋不住了。是不是？应该是我们像是我们这人就是怎么呢？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哎，你跟混的人，你比他还混。对，你跟文人，你也一定要。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不要乱插话。咱们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我们这也是江湖。对。